用联动好的钢背，这个都是钢背吗？不是，哎，是蛤蟆。蛤蟆，还有木。OK， 要做宵夜。蛤蟆没什么质感，但是这个长长的很质感。简单。哎，方便的相机没有，没有录影。为什么？没按到。没按到。哎，忘记了。你为什么没有发现？我怎么没有发现？我又不站在这里。哦，好香。干贝大概就不是干贝，蛤蟆的壳大概就做好，但是本来有打开的，那什么时候做好呢？我还没弄到，为什么这样？嗯，很好看。画面里面有很多很多没有意思的东西，就变很值得。对，东区的女生都是拍这种的。我看，我看。哎，好可爱啊！你有什么事吗？拍很久呢。没有啊。它会冷掉啊。东区的女生没有在管冷不冷，好不好吃那件事情。你是新北市的女生，快点。先来吃个蛤蟆。哇，好好吃哦，奶油味道。非常。哎，来吃个意大利面。台湾人不能像日本人一样一次把面吃完。嗯，好脆。嗯，真的吗？宵夜的已经一点多了。嗯，哦，面也有海带的味道。对。嗯，不错。